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刚，欢迎收看九月二十六号的《云林地方新闻》。风台渐渐接近台湾，十里韭菜市场今日交易情形是相当热烈。运菜货车一台接一台，将各种蔬菜运来这边，因为买卖数量增加了真多，造成菜价真乱。不过，根据市场经理廖宪江指出，十里韭菜市场菜价为顶礼拜时传出了又个风台要来了后，菜价就明显开始起了。根据中央气象局报告，梅子风台预定27号会接触到台湾本岛。根据往例，风台要来，菜价就会升起。而且，这个梅子风台看起来来者不善，直冲台湾而来。所以，西地果菜市场今仔日的交易量大大增加，造成交易的绩效真混乱。市场管理单位一直到中昼也无法统计出各项蔬菜平均交易价格。哦，关于今仔日菜价哦，因为目前还搁咧交易当中啦吼，所以讲菜价。咱的货源有增加，啊，因为风台的关系呢，各地贩啊拢有我来，啊，这个交易真热络，啊，搁咧交易当中。啊，所以伊的介绍，伊的介绍即马目前啦吼，应该是有风台疫情心态有小可波动，安尼。在各种的蔬菜当中，高丽菜起价情形相当明显。在顶礼拜五传出风台要来了后，拜六一开市，高丽菜价就出现大起的情形。啊，那高丽菜呢？吼，因为咱昨是轮流二五轮流二四的时咧，是来个一每箱30公斤上价，来个一箱七三十公斤来个1700块呢。啊，就一工介绍。啊，那过去礼拜五咧，一箱才咧1400块，哦，30公斤才咧1400块呢。哦，啊，是起足济了。哎，对。其他的蔬菜类伫顶礼拜五甲拜六也拢有出现价格上升的现象，一般每件拢起3至5块，热门的蔬菜也拢起10块左右。咱以咱顶礼拜五甲顶礼拜六这个情形来甲你做些分析。顶礼拜五咧，咱空心菜就是讲硬菜吼，是每公斤上价咧50，甲拜六是每公斤60。啊，那硬菜呢？拜五咧73，啊来甲拜六就来甲83。啊，一般的十字花科呢，拜五甲拜六的差价只有3至5块哦。因为今仔日的交易情形真踊跃，市场预估今仔日的菜价应该会继续上升。这几天民众若是要食蔬菜，恐怕要付出较大的代价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